是走起路来摇摇摆摆的小可爱，也是近年来网络上的新网红柯尔鸭。它体型小，嘴巴短，小脚丫，跑起步来非常疗愈，亲人又黏人。为什么柯尔鸭这么红？我们赶快去了解一下吧。Hello， 我是柯尔鸭盟主赖灿瑜。我饲养柯尔鸭大概4年的时间了。那我养的品种有柯尔鸭白色，然后下雪。肚兜，然后还有派特，还有奶茶，这一些品种我都有养。对，在视频上面偶尔刷到柯尔鸭，然后看到的时候马上就被柯尔鸭的体型给吸引住了，所以就一直在找柯尔鸭。对，然后就被我找到了。白色的柯尔鸭，我就开启了我养柯尔鸭的这一条路。哦，我通常有时候抱到鸭的时候，我就会吸它的体味，我会拿起来这样子吸它。对着柯尔鸭亲亲抱抱也不用怕，因为柯尔鸭本身就很爱干净，所以它们身上不会有任何的异味哦。其实鸭很干净，它们自己本身也很爱干净，所以它们身上不会有任何的一些异味啦，或者是不舒服的一些臭味产生出来。因为它们每天会喜欢玩水、游泳，然后去清洗掉自己身上的一些脏东西，还有羽毛的舒顺度来讲，他们自己无时无刻都会去整理它，所以柯尔鸭是一只很爱干净的鸭。因为他们是水禽类的动物，所以水对他们来讲是必要的。对，他们基本上可以不吃饲料，但是一定要喝水，一定要玩水。对，水对他们来讲是必备的。对，所以你玩水本身来讲是对这种水禽类的柯尔鸭，它是最好的一个让它们运动的一个方式。干净的水对柯尔鸭是很重要的，每天都要让它们玩水吃饲料。但要健康长大，不只要顾它们的吃喝，也要多交朋友。所以柯尔鸭的饲主们对鸭具也是很重视的呢。基本上来讲，我们是每天早上都会先放水，让鸭鸭它们去游玩。对，那游玩游泳的时候，他们会去清理身上的一些污垢跟羽毛的部分。对，相对的，他们游玩水可以释放他们的一些体力跟运动力。对，然后游玩泳之后呢，我们会让它就是接着晒太阳。那晒太阳的用处就是让它吸收紫外光，对，然后让他们的那个嘴巴跟脚蹼的颜色会变得比较橘，然后身上的羽毛的毛色也会显白，会变得比较白这样子。然后相对的，对他们的身体健康的程度来讲是好处。对，这是他们每天必做的一个功课之一。饲主们他们就是要先去了解你的鸭鸭对水性的深浅度。如果说它本身是比较沉压型的，然后饲水性来讲，它们都已经熟悉了，我们的水的深度可以就是高一点，让它有的鸭鸭他们会习惯会玩到潜水的动作，对，他们会整只鸭潜到水里面去，对，去玩水，让他们就是开心的一个舒压的一个方式。那有些鸭鸭它可能对水性来讲还好的情况之下，它可能就有个意识，对，清理你身上的羽毛、身体上的一个污垢之后，它可能就缓缓的漂浮在水面上面这样子。所以水深的深浅度来讲，就是要看每一位饲主对自己的鸭对水的一个喜好程度、深浅度去做拿捏，这样子。柯尔鸭它是
一个群聚的动物，它看镜子的会从镜子里面看到自己的同伴，所以它会觉得说，哎，有自己的同伴在身边，它会很安心，然后会比较不会害怕。每只科尔鸭都是心爱的鸭宝贝，但是饲主如果需要科尔鸭的照料资讯，或是有需要解决的问题，该怎么办呢？其实我们会，发起这个鸭具的一个活动来讲，其实纯粹就是邀约各地来，就是有养科尔鸭的好友，然后一起来，做一些交流，经验上的交流，跟就把自己的鸭带出来认识其他的鸭鸭，这样子也是等于鸭子他们是在做交朋友的一个活动，这样子而已。对，纯粹其实就是一个人聚跟鸭聚，就是可以认识其他就是养鸭的朋友嘛，那就是分享一些鸭鸭精嘛，对，就是因为而且每只花色不一样，对，那就可以看到很多不同品种的科尔鸭的花色，就是每次都觉得蛮新奇的。参加这个鸭具，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可以了解更多我不知对科尔鸭不知道的资讯。对，然后看平常如果有什么状况啊，像可能感冒啊，还是身体不舒服，我们都可以从鸭具中就是知道要怎么处理。对，然后也可以让我们家鸭认识更多的朋友。我觉得其实鸭具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活动，因为即便大家都素昧谋生，大家本来都不认识，可是我们有个非常共同好的语言，就是科尔鸭。我们凑在一起，即便不用知道彼此的年龄或是工作，不用知道大家的成长背景，可是我们就有科尔鸭这么好的一个话题可以互动。光是聊我们自身的宠物平常在家里面的所有的生活起居，就可以一聊就聊两个小时以上。大家也可以彼此互相分享，就是饲养上遇到的疑难杂症或是有趣的事情。我觉得这样的经验分享是很好的一个收获，那也可以认识不同的鸭友们，然后也是一个很健康的友善的一个聚会，这样子。其实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来讲，就是看看每一只鸭的一个习性跟自己养的鸭的习性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对，然后互相交流，比如说可能我们会有一些鸭自定做的一个穿保护它脚蹼的鞋套，还有可能在室内饲养的时候让它可以随意走动的时候，我们会帮它穿上的尿布。对，那我们去分享说如何怎么穿上这个鞋套，如何什么方式怎么帮鸭鸭顺利的穿上这个尿布。对，都是在做这方面的一个交流。当初我养就是搜寻科尔鸭的资讯来讲，完全几乎到没有，因为我接触到的时候是科尔鸭进口进来大概快一年的时间，所以网络上的资讯是非常极少的，然后也是自己去摸索，然后再去也认识一些可能养殖一些鸡鸭的前辈，然后去询问他们一些问题，然后总结下来自己在经历过的一些过程，然后去把它集结出的一个结论，然后相对的我就可以利用这些我自己的经验去分享身边养鸭的一些好朋友。好吃，来，哇！它的名字叫好好吃，然后真的是鸭如其名，就是真的非常的爱吃。所以我们拿饲料在它头顶上，这样引诱它自己转一圈之后，它自己转了一圈，然后再给它吃饲料。它久了之后，它就会知道说，它转了一圈，它就有饲料可以吃。所以当我们今天饲料拿出来的时候，它可能甚至自己就会转一圈，
然后你就要给他饲料，不然他会生气。甚至如果当他今天肚子他来找你，可是你跟他刚刚说没有，还没有到放饭时间，他就自己在家里面转了一圈给你看，那你就觉得啊，好啦，给你吃一口这样子。饲主就是这么的没有原则，对。养柯尔鸭的乐趣很多啊，就是你无时无刻都可以看到它一些萌宠的动作跟感觉，那你有时候还我觉得还蛮舒压的，对，把自己的鸭带出来，然后一起做这方面的一个交流，然后也让鸭鸭在一个天然的环境下，然后去开心的玩水，开心的舒展他自己的一个活动力，这样子，对，这是鸭具的一个最终目的啦。看着小巧玲珑的柯尔鸭，带起一股饲养风潮。可爱的外形受到许多人的青睐，温顺不吵闹的个性是非常不错的宠物选择。但是饲养上会不会很难入手呢？其实柯尔鸭好养，他们还蛮适应环境的，然后你饲养上面来讲也不用太说刻意说要去帮它打造多好的环境，你就是给它天然自然的一个环境，它们就可以养得很健康了，不用太人为的东西，其实对它们来讲都是一个好的环境。网络上有人说就是要养之前要先做好准备，因为家里环境啊什么的都要适合它们才能去养这样子。因为他们脚容易受伤嘛，所以就是不能走太硬的地板，所以就是可能要让他们走软垫啊这样子。然后因为像这只大概快两岁了，白色的快两岁了，啊这只花色的大概快一岁，对，就是间隔一年养的，所以就是那每天回家看到他们就会觉得就很放松这样子啊。虽然说他们大便没办法，大小便没办法控制，对，就是要去都要去清这样子，但是就看到他们就觉得蛮疗愈的。我一开始会接触柯尔鸭是因为我姐姐在夜市玩那种抽抽乐，然后就抽到一只柯尔鸭，所以就因为这样，然后就突然就爱上柯尔鸭了，因为它平常跟我们的互动啊，然后跟他一些行为举止就是都蛮疗愈的，对。然后因为我平常是在工作室，就是自己开工作室，他平常就都在工作室陪我，就跟我一起上班，对，然后就觉得很疗愈啊。客人来的时候也都会想要看鸭子这样，然后就变成他是我们家的电鸭。因为我自己的工作本身是居家办公，所以他也是几乎一整天都跟我在一起，所以从小养之后就变成他个性非常的黏人，黏到就是如果今天去厕所或是洗澡的话，他都会跟着你进去，你如果不让他进去的话就在厕所门口等你的这种程度。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所谓的甜蜜的负担，就是有时候黏的时候你会觉得啊你应该要再独立一点，可是当他今天又跟在你的屁股后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啊真的是心里会被融化。所以他其实算是我蛮理想中就是可以跟饲主很贴近的互动，然后也真的是蛮可爱的宠物这样子。柯尔鸭平时就喜欢成双成对形影不离，只要母鸭走到哪公鸭就会跟到哪。听说柯尔鸭的爱情就是一夫一妻制的哦，这是真的吗？这也是我们观察出来的鸭的对彼此伴侣的一个忠心程度，对，他们其实还蛮专情的，就是他们如果认定彼此双方是伴侣的话，就是母鸭走到哪里，公鸭就会跟随在他的后面，就是一直跟随在他后面走，对，甚至母鸭在孵蛋，就是孵化他蛋的时候呢，在那个巢穴里面的时候，公鸭都会守在他的门外面，对，其实这是还蛮看起来蛮温馨的一个画面。猜猜看哪一颗是柯尔鸭的真蛋？正确答案，这一颗是真的柯尔鸭真蛋，这一颗是假蛋。
那我们放假蛋在客鸭窝里面是要引诱它母鸭生蛋，对，就是让它有引蛋的那个功能，所以我们才会放假蛋在客鸭的那个窝巢里面这样子。受精的话，那母鸭本身它交配出来的生出来的蛋，它会有受精，然后也会就是我们所谓的有受精卵的一个产生，对，那母鸭自己就会照顾它这些蛋的孵化，去知道说这一颗蛋里面到底有没有受精，如果没有受精，它们自己会把这颗蛋踢掉，对，啊有受精，它就会很认真的把它孵化出来，对，很厉害，这是它们的天性。像我手上这两只鸭的话，这一只鸭它大概是2天大，那这只鸭20天大，那两只相形比较下来，体型就差很多。那幼鸭本身来讲的话，其实它们的饮食很简单，就是一般的小鸭饲料，然后加饮用水，这样对他们来讲就足够了。因为他们的小鸭饲料其实已经就有添加很多的成长的一些成分，对，然后我们就不需要额外再给他多吃其他的一些什么营养素之类的东西，那对他来讲是增加他的负担。如果你刚刚接收到的一个是幼鸭的情况之下，你连一个小纸箱养饲养它，其实都也还 OK。对，那重点是你幼鸭最重要的一个温度，保温度，它们是最需要的。你要给足它需要的一个保暖温度给它。对，那成鸭的部分来讲，它可能保温的部分就可以不用这么强调它了，他们自己会去做保温保暖的一个调节调试，对，因为他们的羽毛是成鸭的羽毛是有保暖的功能，那幼鸭他们因为他们是胎毛，所以它没有任何的保温保暖的一个功能跟功效。亚成鸭之后呢，亚成其实大概就是我们36天以后都算是亚成鸭。那亚成鸭最好分辨就是它们开始在换羽毛的时候，就是等于是我们的亚成鸭，就是一半一半的状态。然后成鸭我们大概就是2个月之后，它慢慢的到4个月转换成算是成鸭。真正的成鸭是算6个月以后，就是整个是完全定型了。这一只它是那个下旋母，对，现在下面咬我手的这一只是下雪公，对，下雪的品相来讲的话，它公母差异是最大的明显，比较好区分，对，那一般像白色的，白色的话它公母我们就是看它后尾巴的一个性向特征，对。后尾巴是卷翘的话，它就是公的，然后后尾巴像它后尾巴这边是平的，它就是母的，对。没有想到科尔鸭当初是被欧洲猎人用来诱捕野鸭，现在才渐渐发现它们不仅外表可爱，还具有疗愈的功效，养了它不知道可以陪伴我们多久呢。科尔鸭的寿命正常来讲大概8到12年左右的时间，其实也不算短了啦，对啊，如果以正常的饲养环境跟方式来讲的话，它的寿命都还蛮长的，对，我们第一对接手到现在大概也5年的时间了，对，就像我们可能有看到有些鸭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的健康的时候，它的羽毛是整个是湿湿的贴在鸭的身体上面，这样看起来它就是一个不健康的一个表象，对，所以有时候有这些一点点的一些
表象上面来讲就可以看得到你的鸭健不健康了。可能大家比如说嘴巴，你如果常游泳常晒太阳的话，它这个嘴巴会比较橘，对，它的分布性就是一眼看就是知道说哎，它是很健康的。那不健康的表象，它可能嘴巴的一个颜色来讲，它是会偏白色，然后就像我们人一样，嘴唇看起来就是没有血色的效果是一样的，那看起来就是没有好像身体状况会比较没有活力，对，比较没有朝气的感觉，这样子。养了科尔鸭会更觉得哎，动物真的就是它不会跟你索求任何的一些回报，它就是无限的去贡献，然后你跟它的互动如何，它就是整个表现出来，是觉得这是最真实的一个感动性，这样子。因为他们表现出来的一些眼神啦，还有动作啦，还有一些肢体语言的部分来讲，你其实你都会觉得他们很天真，很自然，没有任何的一些伤害的地方，那你会觉得哎，整个一天的压力整个就疏解融化掉了。科尔鸭是杂食性的动物，食物范围比较多样，而且味觉不发达，因此它的饲养是比较简单的。那么对新手来说，科尔鸭好照顾吗？基本上如果新手在饲养上面来讲的话，它对它的环境其实都还 OK， 你只要给它一个通风性上好的，然后不要太闷太潮湿，然后一个空间，小空间其实就可以了。因为科尔鸭它本身就是群居动物，你一对来讲的话，它有一个伴，那有一个伴，他们就会有互相有一个依赖感。公母我觉得公跟母都 OK， 就是看自己本身的一个需求跟环境上的限制去做选择。相对的，因为毕竟宠物来讲的话，我们就只能用我们人类的思考模式去猜测它的行为现在需要什么，那我们是用猜测的方式去揣测哎，它需要什么，我们就是去供给它所需要的东西，这样子。阿喵，进去哦，进去哦，他会自己进去。嗯，好。对，他知道要出去玩了，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把它当成外出笼的方式，这样背出去很方便。饲主对于自己的能力范围跟环境还有饲养的一个需求性，不希望是说大家就是一股脑或者是三分钟热度，你今天决定了要养科尔鸭，你就是要付出你的时间跟你的耐心去跟他培养好感情，跟他互动，对，而不是说哎，你看别人养科尔鸭很可爱，我也是一股冲动，我要来养一只，等到他今天需要你，然后他会狂叫的时候，你受不了，你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件事情的时候，到后面你会觉得哎，他跟你想象中不一样的时候，你就对他不好，或者是甚至是弃养他的时候，我觉得这不是我们所想要看到的一个景象。宠物是人类最好的陪伴，和照顾小孩一样，饲养宠物必须付出足够的爱心及耐心。建议在养宠物前，一定要先考虑自身条件，评估自己的经济状况以及生活环境哦。盟主驾到，我们下次见喽，拜拜。